余生命财都没有贪着，可以舍身，可以舍命，可以舍财，他行菩萨道。菩萨道上贪舍施啊，就是布施，就是放下，他轻而易举啊，把这个东西全放下了，心无间隙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吝啬，达皆三空。这个地方叫三空，底下有注解，这三轮体空，施者受者即所施之物，三相皆空。他布施，没有想到我布施什么东西，布施多少，布施给哪些人，没这个念头。布施出去了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布施要讲求三轮体空，不着相是功德，着相是福德，福德不能出轮回，果报在三善道。不着相呢是功德，果报是超越六道轮回。这个连小乘都知道，小乘要是着相出不了六道，一定要懂得三轮体空。不着能布施的我，不执着所布施的物，也不执着接受布施的人，叫三轮体空。这种布施是功德，无论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全是功德。大乘佛法当中，世尊教导菩萨有三轮体空。有三轮体空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就是修行，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。这个地方呢，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。其实这些事情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通通都在做，就是不会用心。这个不会用心呢，就是我们三轮不空，执着有个我。我为大家做了好多事啊，执着有一个接受恩惠之人，这就是他当中啊，在接受有无，念念在怀，耿耿于心，不能放下了。于是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因果。如果是善心、善行、善思，就感三善道的果报。如果心行都不善的话呢，那么感的果报就是三恶道。天天行布施，心住在空中，住在空中，痕迹都不落啊，这个福德可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它跟自信相应，跟自信相应呢，就跟我们前面所学的一样，他的功德、他的福德没有边际，跟自信一样，无有边际。如果他着相呢，着相就有边际了，就有大小。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，哪些人呢接受我的好处，我对他好处哪些人都很清楚，我给他到底有些什么好处，将来果报这个福德就是有限的。如果布施完了之后啊，把它忘得干干净净，痕迹都没有，那个福报就跟自信一样，称心。所以，教化一定要懂得无助，教化众生要三轮体空，在什么地方做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之处。所以会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一样不是菩萨道啊，没有一样不是成佛之道啊。我在厨房里面做义工，这是不是佛道？是的。是不是菩萨道？是的。我能把菜饭呢尽心尽力做得很好，供养大众，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劳力，共众众欢喜啊。自己呢三轮体空，
一丝毫执着没有，他在那里行佛道啊，他跟自信相应的、啊、就问你会不会。那个在厨房里工作的人是佛啊，不是别人啊，那他供养的人，供养的是众生啊。三轮剃空，这个是符合于中道。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也不违自信，这句话好的。为什么说穿衣吃饭不违自信？你先要明了自信是什么。自信是真心，穿衣吃饭也是真心，待人接物也是真心。我现在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也用真心呀、啊，那我是不是佛菩萨？我们现在讲的真心是自以为真心，其实不是真心，假的。我们的问题就是认假不认真，把这个妄心当作真心，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修行呢，不能证果。我们错认。我们先从哪里下手？从不执着下手。见色闻声不执着，不执着不把它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是执着，不可以放在心上。穿衣吃饭不要着相，吃饭的时候不要贪图味道，酸甜苦辣咸，因为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穿衣服不必讲究料子，不必讲究款式，没有分别执着也是一相，这是真修行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乃至于阿罗汉，他们所作所为全是功德，不着相，做而无阻，事情做了，做得很多，心里头干净利落，什么念头都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。做再多的好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。也不必说我做了多少好事，阿弥陀佛你保佑我，要增高我的品位啊，那好了，那你全都在六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是我们的本分，因为我们自信是纯净纯善的，没有这恶的东西。我们只念佛，真心切愿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特别嘱咐我们，要深解意趣。你解得浅不行，你要解得越深越广，你就越有受用。解得浅不行，深解意趣之后要落实，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到生活当中，变成自己的生活，经典里面的道理啊，变成自己的思想，变成自己的见解，经典里面所讲的教训变成自己的行为，你说这多快乐。永远记住释迦牟尼佛的德范，他老人家的德行，他老人家的示范，我们自己所需要的，吃饱穿暖了，有个小地方住得很舒服。什么叫舒服呢？你心里头没有牵挂，身心健康，这就很舒服了。绝不是住得很华丽豪华了，不是的，一切都能随遇而安。豪华的这地，那不是享福，那叫做折福。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物质生活过得去就行，有多余的力量尽量帮助别人。知道这个世界在受苦受难的人很多，他们需要帮助。可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，现在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人缺乏日常的用品。我们得来的容易，这是娘来过去修了一点福报，今生呢也能够断恶修善，感得的报应。可是想想许许多多在生活困境那些人，
我们自然就懂得爱惜物力，生活只要能过得去，平安就是福。人生在世，三餐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休息，足矣。如果有多余的福报，要知道布施给众生，要懂得惜福，懂得培福。